我听司秘书给你打电话，是不是公司出了什么事儿？没，就是一些日常汇报。好吧。哎，你看你这个样子，像不像第一天见司秘书的样子？陆森。那你呢？你有没有？你不要弄我头发。你压到我的手。哦。我要睡觉了，你要出去。我想给你讲个故事。那我想听小兔子的故事。从前有一只小兔子，它知道一个秘密，就是天上的月亮可以吃。等到月亮变圆，爬上山坡，伸手一够，把它抓下来放进嘴巴里，满嘴都是香甜的味道。小兔子可馋了，在月亮还是月牙的时候就坐在山坡上等着，结果碰到了一只尾巴火红的小狐狸。那个小兔子吞吞吐吐，他想把月亮让给小狐狸，但是又没有下定决心。我先说吧，小狐狸说道，我每天晚上都来是因为……小狐狸脸变得好红，红的就像它的皮毛一样。是因为我好喜欢你啊，小兔子。小兔子害羞了，他说，我也喜欢你。小狐狸听了之后高兴地跳了起来，他伸手一够，够到了山坡上的好多星星，他用两个小爪子捧起来递到小兔子面前，他说，尝尝吧。之前没好意思告诉你，山坡上的星星是可以吃的，可甜了。小兔子拿了一颗星星塞到嘴巴里面，真的好甜啊。晚安，我的小兔子。小狐狸会把天上的星星都摘给你。Thank you.